跟金鱼，或者是海豚，有什么最大不一样？体积，体积怎么说？体积很大，它一个分分水，一个分水。除此之外，从外形看看，你看它的外形。 金鱼看不到了，金鱼怎么看？白金很大。我有没有？好，金鱼比较大，金鱼没有鳍，白金。金鱼没有鳍，但是我说一般的鱼跟金鱼，海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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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打在电脑上，不然你让我们去拿来看一下哦。啊！我这个空气来不住了，空气啊。啊？是。你不要有真的金的赌好。好，你去杀金鱼吗？欢迎光临，你好。你不是模型吗？模型对，你叫模型吗？啊，有没有可以带来看一下的 ？OK， 好，那我们就从照片上看，好，没关系。好了，回来哈。所以说，狗跟猫是不是有亲戚关系？可能有。可能有，所以可能没有咯。也有可能。咋了？实际上，你可以简单来讲哈，所有脊椎动物哈，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亲戚关系。我们的祖先是谁？脊椎动物。廖祖先。脊椎动物的祖先是谁？脊椎动物的祖先是谁？你要往前追哈，这个最早，所以怎么追呢？我们看化石，看最早出现脊椎的化石是什么样的生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你说，猜猜看，你觉得在我们看过的动物里面有脊椎的，是哪种动物？你认为它那个存在的年代比较早一点？甲虫。甲虫没有脊椎哦。三叶虫 ，OK， 是三叶虫，对不对？啊，三叶虫有脊椎，三叶虫好像没有脊椎。恐龙有脊椎。但是不是恐龙，实际上就是鱼类哈。鱼类是最早的脊椎动物，啊，鱼类是最早的脊椎。鱼有脊椎。废话。鱼没有脊椎啊。它有道。啊，鱼是最早的脊椎动物啊，所以你可以说。所有的脊椎动物都从鱼演化出来的，都从鱼演化出来的，啊，都从鱼演化出来的。那又没。演化的遗迹我们刚刚讲了哈，因为我们的盲肠是演化的遗迹，还有什么东西是演化的遗迹？记不记得？我讲过一个东西，我猜它可能是演化遗迹，就是在我们放尿前我讲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可能是演化遗迹，我说人身上的，记不记得？对对呀。来，猜得到的加一点哈。刚刚那个冠城讲哈，你给冠城加一点。再来看，我上学期不是上学期，我期中假之前，我说了最后一段，我说人类的某个东西可能是演化的遗迹，什么？你在讲，我先讲两次题目，我再讲最后一次题目。人身上可能某个东西。某个特点，某个需求，说不定是演化的遗迹。我在上在启动教之前讲了最后一个说明。DNA 怎么说是演化遗迹？演化遗迹就是说，可能以前我们有这种需求，可是现在慢慢没有。盲肠，不是盲，像盲肠这样的概念，对，像盲肠这样的概念，叫什么？叫什么？演化遗迹。对，我们是从尾巴下面那一块。尾巴。不是尾巴。老子脊椎下面那块啊。是吗？脊椎下面那一块啊。我知道，但是我上学期末，我期中假之前不是讲这个吗？就是那个有可能是演化遗迹嘛。我讲最后一个东西，在讲到演化遗迹的时候，我讲说人有个现象，说不定是演化的遗迹。我说最早人地球上最早生物，应该是有行光的作用的功能，对不对？是这样子。人身上的光合作用的遗迹，有啊。行光合作用的遗迹，头发，不是头发。啊？皮肤。皮肤怎么样？你人家讲皮肤，人家讲皮肤。不是，我刚才听到了。啊，你说还没有？啊，这刚才讲过晒黑，有跟讲晒黑，你没听到？没听到啊。晒黑怎么样？为什么晒黑是演化的遗迹？哦，等一下，因为我吸收太阳光。我上次讲了，说太阳光，我们照太阳光会觉得开心，对。可是我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日月光。我们一直没有晒太阳会有问题。眼睛啊。我们如果一直没有晒太阳会怎么样？会缺乏什么？维他命。维他命什么？维他命 C。D 没有说话。那没有维他没有维生素 D 会怎么样？会挂掉。为什么会挂掉？可能会缺乏养分。对，维生素 D 当然是养分，那没有维生素 D 会怎么样？QD 是吧？那怎么样？等一下，啊，会没办法吸收钙质哦，没办法吸收钙质哦，我们的钙需要维生素 D 帮忙固定哦，啊，所以呢，
这个机制啊，我自己在认为啊，你可以想象说它就是可能是光合作用的遗迹。光合作用在每个生物上都会留下一点，它过去是光合作用的需求，但现在看不出来了哈。对，光合作用。知道什么？如果晒太阳会比较开心，是真的啦。这那个人家讲那个忧郁症啊，忧郁症的部分，如果有忧郁症的话，实际上有个解决方法，不是解决方法，有可以减缓的效果。晒太阳。就晒太阳，大家可以晒太阳。有什么问题吗？啊？什么？鱼身上的遗迹啊？我不知道哎，鱼身上就是遗迹不见得都会有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它演化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有头发，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祖先。雷鲸鱼后面那一块骨骼也是演化的。对，没有错。像它的鳍啊，它讲到的鳍，你也看得出来有胫骨、有趾骨，你可以说那是演化的遗迹，因为它以前是动物的时候，它有那个骨头的分类嘛。所以还留下来了，还留下来那些骨头，啊，这是它演化的遗迹。下问题，上课之前呢，那个绿竹问我问题，你不是已经上课了？上课之前，对，上课之前嘛，绿竹问我问题，说什么是化石？他说看什么是化石？就是恐龙化石，恐龙留下来的，所以只有骨头吗？就是各种部位，各种部位怎么样？留下来的遗迹，然后变成石头。怎么留下来？一定要变成石头吗？就被杀死了嘛！被杀死了，那就没有清掉嘛，那就干啊。有听懂吗？听懂他说什么？那我问一下啊，脚印可以变成化石？可以。脚印也可以变化石啊、哦！脚印也可以变化石，那刚刚熊妈讲的东西合不合理？是不是化石的定义？化石。对，脚印上的部位吗？脚印可以，脚印应该很难成为化石。但脚印可以变成化石啊？脚应该很难成为。对，但是可以变成化石。有可能啊，但是它也会变成化石，有可能变成。它的异体会被吸收。来一下，不是所有的死掉的骨头都可以变化石，不是，所以也不是所有的脚印都可以变化石，对吧？但是脚印有可能变化石，可能。头发有可能变化石，可能。指甲有可能变化石，可能。牙齿有可能变化石，可能。有可能吗？眼睛可能变化石，有。放在土里。化石不是你刻意要去变化石，我们现在去研究过去的历史，我们去找化石，对不对？比如像最近在台中，那恐龙是好像在你家附近，在龙井那边。他在做那个地下铁道，挖出一个女人的尸体，旁边有一些瓷器。一开始他们以为是无名女尸，就是要把它炒处理掉。快，考古界，就最近的事情。快考古学家就觉得说，好像看起来那尸体怪怪的，就把它采样送到国外去检查，说一千年的历史，那个尸体是一千年的。叫他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有问题吗？对啊，他就是死掉了，然后埋在土里面，那经过一千年，那个泥土啊、石头啊，就跟那个骨头凝在一起。但你可以分辨出身体跟骨头，也跟泥土之间的差别，所以你看它上结构，所以就可以从这个化石看到这个女生的结构。别讲了。啊。这个化石。我们可以从骨头的长。骨头的样子看出是男生，女生骨盘上面有包。男生的骨盘跟女生骨盘不一样，骨盆位置比较有区别。对，骨盆位置比较有区别哈。男生的骨盆比较。实际上头骨也可以区别，头骨也不一样，头骨也不太一样。好，所以化石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是化石？哇，琥珀。眼镜。琥珀也是哦，琥珀它把生物一只，比如一只蚊子哈，以前看过那个侏罗纪公园。琥珀把蚊子黏住的时候，就是蚊子就黏在琥珀里面存活了一亿年。不是存活，对，留在那边留了一亿年。标本变一亿年。其实这只蚊子，我们可以说它是化石吗？对不对？不是。嘿。应该可以。当然可以。小李，这就是化石。侏罗纪啊。这就是化石哈，对，侏罗纪公园那片岩石上，这就是化石。
懂意思吗？所以化石不要被这个石头，不要被这个石头误会了，说一定要变成石头就叫化石哦，懂意思吗？我们在北极呀、啊，有时候挖一挖，在冰层底下挖出长毛象，一只长毛象，长毛象的尸体，长毛象的尸体，长毛象，可是长毛象可是几千万年前的长毛象，可是它的肉还是软软的，毛还可以，毛还是像毛一样，毛茸茸的。日本有人在研究怎么复活，甚至有些他说长毛象把那个解冻之后一割开还会流血。好恶心啊！所以这个长毛象是不是化石？不是化石哈。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不要被这个石头误会了哈，不是长得像石头的叫化石啊。大便也可以变成化石。对，大便也可以变化石。只要是这个东西存在的时间很久很久以前，那我们从任何地方挖出来的、找到的，我们可以研究那时候的状况，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很久就是基本上你没有文献记载，没有任何的书面资料可以去说，就是你跟他的关联就可以看这个物体，那没有这个物体就不知道，也许我们以前没看过这个物体。我刚讲比较什么？啊，就是你课本上没人写过，书本上没人记载过，你连听过都没听过。挖出来的东西就是化石。这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东西存在，那经过证明，它不是你存在这个年代的，存在可能是5000年前、10000年前。哎，你们恶心的，这干什么？不知道是谁啊？我那一件你可以接受就可以接受啊，这个是蛮奇怪的行为。10000年前的、20000年前，你觉得这东西经过检查是那么久，你可以说它是化石。我刚讲那个女生的骨头，也可以是化石啊，虽然在1000年前，也可以是骨头啊，也可以是化石啊。啊，这个会不会有一个人，他有一种特别的材质，对，专家知道的。然后他可能是一个，某天谁挖出来的就是化石。你如果这样讲也可以啊，但是那个东西要变成。就是说，可以假设我们要讲化石的话，通常会跟生命有关系。就是说，这东西有助于我们去解开一些生命的谜题。如果留一个宝石，我留一个钻石，说啊，这个儿子啊，这个钻石可以当传家之宝，那有1000年，那这个钻石是不是化石？就不是化石了，那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它只是说有人文的意义。我讲人文的意义就是说，他可以说。我看到这个石头，我想到我的爸爸，我想到我妈妈，我想到我的祖先，这样子。因为他成家是吧？他如果他是古代恐龙吞下一个非常奇妙的石头，然后呢，跟这个恐龙的尸体冰冻住了，然后呢，到现在被挖出来，啊，那个石头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是算化石吗？不管那石头有没有存在啊，它可以变化石，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有助于研究恐龙的食性，懂意思吗？因为我今天看到一只鸡的化石，就是鸡的旁边有一些很特别的石头，或者在肚子里面找到很多特别的石头。哎呦，它是喜欢这个鸡的头上的化石，没有错吧？这鸡的肚子里面的石头是不是化石？是不是化石？也是化石，因为它帮助我们去理解这只鸡在那个时候喜欢吃什么。哇，对，石头，对，喜欢吃石头，就是这样子。哎，需要不要挖挖？去哪边挖挖看？而且叫泥土哦。我跟你讲，人家挖到十，你可以去挖挖看啊。挖到13那个站哦，被日本人占。如果真的挖到一件化石的话，你可能就发财。不一定会发财，但可能会成名。啊、哦。玻璃圈。好。在我们常常用的石油啊，石油算不算化石？石油算化石，为什么石油算化石？哦，有虫虫。石油算不算化石？你要打它吗？要把它带走。石油算不算化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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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为什么石油不算化石？因为现在还有常见。现在它可能有。石油是什么东西？石油是什么？是你知？你说什么？石油是水的简称。你说什么？我们现在家里有叫石油，我们家里有不是石油？哎，不是吗？不是，当然不加石油，你家
下你的车子，如果加石油，你车就直接当挂在那边就不会动了。哎，不会用石油哈。啊，我们现在加的油。石油不是很浓稠啊？那飞机加的油也叫汽油？它叫做机油。飞机用油。飞机用油。是石油经过提炼。对，石油去提炼的。石油基本上是几千万年以前或几亿年以前，那个动物死掉之后，它可能沉积，经过高温高压产生一些变质。变质完之后呢，它变异化了，变异化之后，它就一直留在地底下，存到某个岩壁的层里面，岩壁层里面它就存留在那边，累积在那边，它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一种油。这种油我们现在提炼出来，它是黑色的，我们挖到它都是黑色。古时候说，它可以点火，它火可以点着，就跟像精油的那个油一样，油脂啊一样的意思哈。你就应该按照说，我们这种人，应该说我们现在这种兵们，挖到石油的话，然后什么？我不知道。那这个油呢？后来他们科学家把提炼，提炼就分解出很多不同的油，不同的油可以做不同的功能。你看这个油，算不算化石？我们讲说化石是为研究古时候的历史嘛，啊，远古时代的历史。我认为啊，这个油某种程度它也可以当成一种化石。你如果去分析它，说你可以知道那个当下、那个时候有哪些动物存在，啊，哪些动物的油比较容易变成石油嘛，对不对？说明它是一个蛮好的研究题目啊。好，所以透过化石的发现，我们可以知道演化的过程，我们可以辨识它。那我们现在想一下哈，你们想过我们人类目前所使用的文具或工具或器具，它的一个演化过程？你们想想看，电脑怎么样？电脑怎么样？电脑怎么样？电脑应该是最近才出来的。最近是什么？最近十几年左右而已。十几年左右。20年。我第一次。30年左右。30年左右。50。50年左右。有50年吗？到50年。我们第一架太空船就需要电脑。那个电脑就要很高，就要算比较好的电脑，对，好的电脑，表示你能把电脑放到太空船，打到外面去，那在更早之前已经就有电脑了，不是吗？地球上就有电脑。啊？什么？最早电脑会不会叫什么？什么？最早电脑？怎么样？会叫什么？机器吧，机器人啊，对啊，对啊，最早机啦，打机啦。啊，电脑的演化，那就是。对，一等教师，一等教师就算的 CPU 没有了啊，对。现在 CPU 那么小一颗，现在 CPU 这么小一颗，它不是一个正方体吗？那正方体是接触来的，它里面东西都这么小一颗。高成任很球，哎，高成任球啊。球也等于。你看看嘛，这是手机里面的 CPU 啊，手机里面 CPU 这么小一块。在50年前，它的功能要达到这功能，可能要我们这些学校所有的房子加起来。要求。啊，而且它计算速度可能是这个速度的，这个速度可能它的好几万倍、好几百万倍，懂我意思吗？好几百万倍，就是你给那个加法，那个电脑给它跑一秒钟，我们现在电脑可能只要跑0.00001秒跑完。跟网速没有关系，我们讲电脑的运算速度嘛。啊，那电脑演化，刚刚就讲电脑，刚没有人讲电脑的演化，电脑演化什么？电脑演化是不知道，所以现在开始不要讲电脑演化。我们先看你常用的东西的演化，我们先看笔的演化，好，最后看笔的演化，木头，然后嘞？铅。木头跟铅什么关系？木头跟它。墨水。墨水。一开始的。我们开始要想一下，一开始的笔长什么样，后来笔演化成什么样？来说看笔图。一开始的笔最早在古代山洞里面也有那种就是古代人画画的画纸，一开始画基本上是用手抽。OK， 然后来开始变化，就是因为对阿西亚的东西啊，就把它弄成墨水。对，后来墨水出现，然后开始用碳，然后用碳去画，用铅去画。有在听吗 ？OK， 好，那就用心听。好不好？你没有在听，所以听不懂。用心去。然后他们开始演化成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从一开始用刻字到现在可以用山水去画，然后有铅。嗯OK， 那现在点到后面最简单的自动铅笔，咔嚓咔嚓咔嚓，笔就跑出来，摇摇笔也是一样，咔嚓咔嚓，笔就跑出来。就是是不是文具的这种演化？橡皮擦。橡皮擦，你说过橡皮擦演化。橡皮擦是怎么说？我觉得橡皮擦一开始是面包屑。面包屑啊，面包以前就。地方看到过，然后。对，他们画画以前只有看笔的时候，然后面包屑去粘。OK 啊，这是一种过程，它试验很多人不小心的，那个不小心实际上就是一种，就是一种突变的概念，就是一种突变的，一个不小心肯定是个突变的，一个想法突变。对，口红胶也是一种突变嘛。对啊，以前的胶水，以前的胶水就是挤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不方便，而且它是液态，不小心搞了它就流的满地都是，所以就有人把它做成一种半固态的东西，就像口红一样。我跟你说是几就转出来。对对对。林志玲呢？也是啊。我也是墨水。不同的。哎。像那个徐艳的 N 字贴也是一样啊。以前那个，它也是一种固，它也是一种固轨。那时候徐艳公司说，我们开发是一种最强、最强、最强的胶，挑了老半天之后，放上去就发现一点都不粘，这胶一点都不粘。哦，我浪费了一两个月的实验，这种胶一点都不粘。就有证据丢到桌上就走了，就他隔壁的人刚才想到说，我要找一种不太黏的胶，你这胶给我就有用，果然是很好用，不太黏。跟他做完就说，你看我可以做出这种材料，看，接下去不喜欢的话撕下来，也没有伤害到纸，不太黏的胶它就变得有用。那个嘞？啊，它就变成说它是一种突变。突变的结果，它可能是一个坏的，对那个想要达到一种很好的胶的人来讲，它是坏事。可是对另外一个人讲，这件其实好事啊，你需要这个，它是什么？这个。我们是双面胶啊。强力胶是吗？强力胶不是演化来的，强力胶是有人。人类发明。就是去发明，去找出一种特别黏的胶，它黏。哎，我手机不见了。它研究出来的哈。OK， 啊，那是可以培养。好了。跟着已经讲那个概念，我们讲忍者看看，什么叫忍者啊？忍者。刚跟天者有什么不一样？哎，怎么？人的选择。OK， 非常好，人的选择，一个人的选择，什么是人的选择？人的选择跟演化有什么关系？我们讲这个演化。好大呀。演化，天者，我们刚刚讲物竞天者，对不对？演化是不是现在比较符合物竞天者的概念？物竞天择嘛，物种的竞争，让老天爷选择，选择下就存活下，他们演化成功了。人择跟演化有关系。物竞人择。物竞人择，物优竞人择，什么？脑袋。什么脑袋？什么脑袋？什么是人择？人择跟演化什么关系？说说看。跟演化有关系。嗯。对。我举个例子啊，稻子。你们知道什么是稻子吧？稻子就吃米的那个稻子。对对对，吃米的稻子。稻子的演化是天择吗？是人择哦。是人择。为什么稻米的演化不会说它是天择，而是说它是人择？为什么？是人种出来。人种出来，人种出来就是人择吗？人修改的。人怎么修改？改变基因。改变基因，人怎么改变基因？用显微镜，用镊子去把基因给捏出来吗？对啊。不是。怎么做实验？就体验。观察，观察，观察，再观察，然后实验，再实验，再实验。对。大家可以做出好的道理。简单来讲，我想吃。你应该是。我觉得有一种米，啊，这个有点黏黏，又不会太黏，这种米特别好吃。你应该是吃了。所以我就去种了一批稻子之后呢，我就挑，哎。这一批的米特别黏，我就把这批的米挑出来去繁殖，其他米就不要了。繁殖出来之后呢，这个米呢又特别，有些比较不黏的，把它比较不黏的挑掉，留下比较黏的米就留下来，它就越来越黏，它就越来越黏，这米就越来越黏。挑到最后呢，这出来的米是什么？就变成糯米。糯米来做年糕，做糕饼非常好吃嘛，对不对？做龟啊，有黏黏的。黏黏的特别好吃，
像包粽子也是用糯米，对不对？粽子很好吃。对，所以它就产生出一种香米。有些人喜欢吃粒粒皆辛苦的米，他不要吃黏黏的，他喜欢吃很清楚的一颗一颗的。他就去挑挑挑出那种一颗一颗都很清楚的米，让他去配种，去配种，去配种，就挑出我要的米。所以他就有什么再来米。啊，就有一个什么糯米、蓬莱米、蓬莱米，啊，有不同的米，就是人挑出来的。蓬莱大。那为什么人要做这个事情？他做这个事情举手了，怎么了？你刚刚举手啊？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要吃嘛。因为好吃，因为喜欢吃嘛。人要吃嘛。对，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食性，不说。那当然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对，没有错哈。所以，来，你们再举个例子，忍者的还有什么样的例子？手机，我们讲生物，玉米 ，OK， 非常好。玉米怎么样？青菜。水果，哎，你们这样子要清楚一点的举例啊。玉米是挑出来的。高山蔬菜。美国鸡改玉米，鸡改玉米不叫忍者哦。肉。我们讲忍者是经过交配这样挑出来，鸡改是直接去改基因库。猪肉。猪肉怎么样？怎么样？忍者嘛，什么的？啊，沙拉，什么的？用沙拉。它的脂肪。不是啊，我们刚才讲忍者的过程跟沙拉什么关系啊？脂肪跟它的那个抓住肉啊，就可以瞬间肥胖。哎，你这样讲猪肉，其实有一个东西啊，像在大陆他们有一群人，他们发现说他们在贵州那边以前有一种猪，这种猪的肉呢，特别适合做那个，做类似像那个叫什么？有一种肉是什么？猪肉、牛肉、洋菜、鲜那个叫什么？酸菜白肉锅。酸菜白肉锅的猪，对，酸菜白肉锅的猪。他说那种猪肉呢，它的油脂的成分跟瘦肉的比例刚刚好，拿去做酸菜白肉特别好吃。可是那种猪呢，有段时间因为它的猪里面有一些肥肉，所以很多人不想要，所以那种猪呢就变得没人养。没养，结果什么？死掉。没养，那种基因就不见了嘛，就被淘汰了，没人养，就被淘汰了。可是那个做酸菜白肉锅那个人就认为说，这种猪是我吃过最好吃，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那种猪肉了，所以他特别去乡下找，找了很久，他找到还有五只猪，就把那五只猪都买来了，买来开始繁殖，哎，现在养了几千只猪。然后他就做出这种酸菜白肉锅的那种类似料理包，就卖。那很多人都喜欢吃，所以他就卖，就赚很多钱。是。那火锅的那个梅花猪。也是一样啊，可能因为有人觉得我们觉得梅花猪的猪肉特别好吃，他就开始专门养梅花猪的猪肉的猪，就可以长出这么多的，可以产出梅花猪肉的基因，啊，就可以培养出来，就被留下来，这叫忍者的结果，懂吗？这是忍者的结果。OK， 很奇怪。对，忍者，还有没有别的例子？有没有别的例子？有啊。说。就是你身上的肉，树叶、青菜。青菜什么？青菜。就青菜。高丽菜。高菜、黑菜。高山蔬菜。像我们吃的芹菜，好，讲芹菜。芹菜是什么？芹菜就是。不敢吃芹菜。梗很硬啊。是一个忍者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啊，没吃到过。芹菜以前又吃了，以前最早是吃芹菜，因为现在这种香料蘸蔬菜很脆。可能是从那个山芹菜，啊，山芹菜。我们芹菜很臭很难吃的东西。芹菜这东西，它配那个什么？配贡丸汤最好吃的。哪有？配贡丸是破坏了贡丸汤的好不好？没有，配贡丸汤。然后呢，可最早是山芹菜，可是我们觉得山芹菜的芹菜特别那个野菜的味道特别重，会比较涩还怎么样，所以他们就去找去挑，挑那个芹菜味道比较好吃的芹菜，然后去把它配种，到后面变成我们现在习惯用的芹菜，哦，这是一种忍者的过程。像金鱼也是啊，金鱼看过没有？金鱼啊。看过金鱼没有？看过金鱼没有？看过金鱼没有？金鱼看过。
光不去啊，不要影响别人。光去一点啊。为什么？金鱼的也是一样，鱼在繁殖过程中，鲫鱼啊，在繁殖过程中，它有时候变有颜色。鲫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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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我金阿姨。什么？鲑鱼。鲑鱼。但是它鲫鱼不从鲑鱼变的。要撞鲑鱼。它是鲑鱼。它从鲫鱼啊，鲫鱼它有时候会基因突变变成颜色，它把基因突变有颜色的鲫鱼呢挑出来，挑出来再让它繁殖，繁殖更容易繁殖出有颜色的，再把有颜色的鱼再挑出来，再继续让它繁殖，就繁殖出有颜色的，久而久之这些鱼就变成独立于鲫鱼的一种，就是有颜色的，我们叫金鱼，啊，那金鱼有很多种颜色啊，现在金鱼去买的话，有些是。黑红相间的，有些是整个都是黑色的，那也是这样慢慢被挑出来的。哎，这个有黑色的哦，特别好看，就把黑色的鱼再挑出来繁殖，它就变成黑色的金鱼被保留了。哦，对啊，就变黑色的金鱼，就什么？布拉鱼我不知道，布拉鱼应该是野生的吧？好小时候。对啊。可是没有好。我想这是那个演化的部分呢，我们大概讲完了哈。来，绿竹，你是要分享一下窥探岩石的秘密，对不对？来，绿竹，给你点时间，上来分享一下。我也乱这么快。要用你的外套大啊，一定要电脑。把脚放下去。不要负责。脚发的脚，又不是唇发，你觉得一个鸡，它是没有科技。它的下面所属的哦。我那岩石秘密就是说，说什么？就是它那一种长寿。你闭嘴！我那岩石秘密就是说，就是化石。那化石怎么来源不知道啊？化石，化石。化石，刚刚不是讲过了吗？对啊，他区域叫什么？全能叫你讲。哎，高水哥。高水哥上去，不然不要讲话。加油。好，那化石怎么来的？沟内。说出几种方法，有哪一种方法它会可以造成化石？先不要讲。好，我呢？没有人知道我在讲啊，有人知道？现在有没有人知道？那有人讲，哪一种？没有。把你给做重点整理一下，你刚刚。重点整理哦。搞什么？该说什么？所以讲了很多化石。化石可以让人知道说一个生物它演化的过程。比方说，这种生物在某一个时代的化石是长这个样子，那。过了某段时间以后，假设过了一千年，那一千年以后，这个动物的化石就变成另外一种样子，那是进化的过程。可是你怎么知道是另外一种生物？说明它是另外一种生物啊。那看它的外观像，就是类似骨骼好了。比方说，一种生物像是人，它的骨骼是长这个样子。那过了一千年以后，如果它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判断说它可能是神。可是在这一，它可能是在。你懂意思吗？懂慢慢听。懂。听不懂，哪里听不懂？想哪里听不懂？那就不要再问问题了。你没有在听，就不要再问问题了。你的问题如果是没有意义的，就要问问题 ，OK？ 好不好？啊，就这样子。啊，化石怎么形成？你刚问不到答案，你会说你讲什么叫化石？化石怎么形成的？化石怎么形成？就是一个生物。不管是什么东西，可能是身体构造，或者是它的脚印之类的东西，被埋在土里面，或者是被某种方式保存起来，可能是冰冻，可能是被某种东西包住，然后保存起来之后呢，过一段时间会被挖出来，被发现了，那个东西就叫化石。像是刚学姐讲长毛象，它是被解冻，像是我们把那个吃不完的鱼肉，或者是。食物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起来，可以把它保存。那长毛象也是用同样的原理，在北极被冰冻起来，过一段时间会被挖出来。你看看，这是化石，现在是绝种的一种生物。
差不多。好 ，OK， 谢谢。是。哎，那多了一个。好，那多了一个，你到底哪一点？是，他滑是，就是。仔细听 ，OK。被别人发现的时候是没有纹自己的 logo，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有人类历史以前，有人类历史以后没有看过的东西，是啊，就是因为这种感觉是什么？对，就感觉我们看到这样讲的话，就是你可能没有看肉，然后你这样闭上眼，嗯，然后可能你这个心情就有忘记它，然后你在整理闭上眼翻出来看，然后那就比较化石。OK， 那那份叫化石，对，懂意思吗？差别在一个时间，然后还有时间的关系。好，我们现在常常说哈，常常说。鹦鹉螺是叫做螺化石。收到了，收到了。来，有没有同学可以解释一下“螺化石”的意思？是活的。他说那个是活的。在。他有举手。很多很多年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生物，很多很多很多年后，现在又有这样子的一个生物，他活了一千年，就活的话。他活了一千年。他这个物种也是繁殖没有区别。去去去。去去去。然后它没有太大的改变。哇！能懂意思吗，同学？能懂意思吗？是这个生物活了一千年。Hello， 是这个生物活了一千年，它叫活化石。还是说这个生物相同物种已经活了一千年，所以一千年就得是活化石吗？我觉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合同哦，那个我知道啊。你说那个卡通的合同吗？夏至合同吧。对，我看过啊。哦，那就是一个小男孩在河边挖到一个有合同，就是合同埋在那个石头里面，他挖到，然后带回家把那个石头敲一敲，洗一洗，然后那石头就活过来了。又活过来了。沾了水又活过来了。对啊。对。但是那是卡通嘛。就是也不一定是卡通。OK， 说明有真的。但是它是真的，它是真的活那么久，它不是它，我们说它活化，因为活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它那一种生物疯狂繁殖并没有发生突变，而在同一个环境，一直适应同一个环境。哎，那整只人类的物种跟一千年前这个物种跟现在这个物种没有太大的区别。OK， 懂意思吗？比如说，假设人类可以持续繁衍一亿年好了。那有一天呢，我们就可以说，其实人类也是个活化石，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人类已经活了几千年了呀，不太够。啊，几千年不太够哈。假设有一天呐、啊，有一天我们在山上找到了一个尼安德塔人，活的尼安德塔人。尼安德塔人是某一种人类的祖先哈，他是比较早期的智人，知道意思吗？早期的智人哈，他是比较聪明的，那时候猿猴的一种比较聪明的智人。我们知道他已经是我们知道的都已经死掉了，都是死可能是几万年前都死光光的了，都已经灭绝。或者说他应该是演化了，演化到新的一个物种。你要知道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存在了。好了，假设有一天这个智人，我们在喜马拉雅山的山林里面找到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就是说这种叫做活化石。因为它基本上从活化石，活化石因为它是找到一个活的，它的年纪可能只有15岁，可是它的相同一种类的，在10万年前也被找过，10万年前存在过，可是10万年来都没有演化，都没有演化，你可以说它就是一种活化石。像我们家里面常见的活化石是什么？三叠虫。错。那个蟑螂已经存在这个地球3亿年。它的长相跟3亿年前的长相是一模一样，大小有差。大小差别是不同的种类，因为蟑螂很多种，蟑螂有1000种。啊，不同的种类的蟑螂呢，长不一样。恐龙是在前面蟑螂时期。对对对，蟑螂已经存活很久了，比恐龙还久。啊，所以蟑螂就是我们讲的活化石。有问题？超恶的，那你把它蚊子？蚊子我就不知道了。蜜蜂。蚊子有可能是哦。蚊子有可能是活化石。有可能也是，但是这个我现在不知道蜘蛛到底有几种，因为现在没有特别去有人特别去说它是活化石。啊？鸟看什么鸟啊？
看什么鸟？因为每种鸟长得不一样，每个食性鸟长得不一样。抽到了。什么？你想哪里了？鱼要这种鱼在3亿年前这种鱼的存在，那就是活化石。如果这个鱼3亿年前没有这种，它就不能叫活化石。啊，比如我们讲鲫鱼，鲫鱼可能说不上活化石，因为鲫鱼是演化，这可能是这三千年或者10万年之后演化出来的。啊，那就不能叫做活化石。好，下礼拜我们要上那个地球上的生物第4章的部分。好，今天下午是要同学要去写。那我再讲一下哈，这边有几个人要讲的哈。琼恩要讲，琼恩要讲生物的命理跟分类。子怡要讲原核跟原生生物界两个章节。秉性要讲真菌界。绿竹要讲植物界。冠城要讲动物界。可是我这个讲过。啊？动物界就是刚刚。我先讲吧，可以我先讲，那你要做动物。强调说他不会写，上来也不认真听。好像是姓高的。我也不知道。